今次就去咗位于旺角朗豪坊49楼嘅高空 salon， 体验咗佢哋嘅角蛋白发质提升护理疗程。佢哋环境高雅幽静，而且仲有独立 VIP 海景房，可以饱览维港美景添。呢个疗程可以全方位由内至外修复、再生、保湿，当中含有4种天然养发提取物，包括水解鱼扁豆蛋白、甜扁桃油、巴西果子油同埋橄榄果油，可以深层度入修护每一根嘅发丝。首先将1号同2号混合，再搽上喺头发上边。之后就用呢一部蒸汽机加热大概10分钟左右。加热后无需冲水，直接将3号嘅瞬间丝再蛋白护发霜搽喺头发上面。然后再用蒸汽机加热大概10至15分钟。用温水冲洗干净之后，就将4号嘅瞬间护理精华搽上喺头发上，用手均匀咁样轻揉，然后咧就可以吹风造型噶啦。最后佢哋仲送咗呢一支45天追踪养护油润发霜俾我，等我可以喺屋企都可以 keep 住呢一个疗程后修护发丝嘅效果。希望大家会中意我今次小小嘅分享啦，拜拜。